各位菩萨，大家阿弥陀佛。那么咱今仔日要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经文的第112页，也就是较量布施功德延品啊，第十品啊。那么咱讲第九品呢，含这个第十品啊，那么伊拢是属咱这个净宗分的第四部分，就是啥成佛之因。名成佛之因，所以我们的第十品呢，就是专门的帮助我们去比较同样的布施，确实呢所得到的这个福报不同样，是安怎的不同样那么这和我们每一位众生是不是非常的切身啊？我们同样的布施，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所得的功德是不是较大，或者是较小，当然也是希望较大同样的布施哦，好，那么这个时阵，地藏菩萨、摩诃萨、大菩萨呢，嘛是升到佛陀的威神之力，所以呢，将伊的位的这个座位呢，离起啊，徛起来，那么富贵合掌，向佛陀讲呢，讲世尊啊，地藏菩萨呢，伊非常感叹，讲。末观业道众生呢，来较量布施啊，有轻有重呢，就是讲以地藏菩萨、摩诃萨伊家己本身呢来观察咱这业道的众生啊，那么所布施出来的这个功德呢，那么实在是有差别的，有的人呢比较较轻，有的人呢比较较重，甚至呢有的人呢一生会当受到福报。那么有的人呢，十生有十世人拢会当受到福报。那么要够有呢，就是爱百生千生就是讲会当享福一百世或者是一千世受到大福利。那么这件代志究竟是如何？哪有这么大的这个差别呢？那么唯愿世尊呢来为我说之啊。那么地藏菩萨。敢真正唔捌这个道理呢？唔是因为地藏菩萨来为众生来向佛陀请愿嘛，好，那么佛陀呢，这个时阵呢，就来甲地藏菩萨讲讲我今呢，伫这个道理天宫的诶，这个一切众会当中那么不断来说明严修提咱这个所在的众生那么布施。较量功德的这个轻重啊，咱来比较来测量咱究竟布施出来的功德为什么有的人呢比较较轻？为什么呢？有的人所得的比较较重呢？那么逆动地听啊，那么佛陀讲我为逆算啊，好，那么地藏菩萨呢，那么就回答佛陀讲我疑是殊啊。我对这个代志呢有所怀疑但是呢非常欢喜，会当听闻佛陀来为咱来好好啊解说。所以佛陀呢就甲地藏菩萨讲，讲咱这个阎修提，南阎修提的这个众生呢当中，有诸国王，规个南瞻部洲，也就是阎修提的这个地区。那么有非常多的国王，因为分非常多的国家，对吧？那么有很多的国王呢，那么自然的财富大臣是不是也很多啊？每一个国土当中是不是原来有大中者？而且呢，有这个大差利，大差利就是也是官员，那么还有大婆罗门等啊，宗教师，那么如果伊来去悟到呢最下的瓶颈，那一次呢，伊家己本身六根不济，龙残阴哑，龙齿无目，就是讲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本身呢无齐全，那么眼睛如果若无齐全呢，就是啥盲嘛，对不？耳根若是无齐全呢，那么就是啥？聋眼睛是聋嘛这是聋，对吧？甚至呢这个咱出的声音呢
吼袂明亮，吼沙沙哑哑，无法度讲会清楚，吼、哦、种种呢，这拢是如是种种不完具者呢，吼、哦，就是讲不但伊足贫穷，甚至伊六根呢都无完备，吼、哦，那么但是呢，大国王顶呢，伊想要来布施这贫穷的百姓，吼、哦，那么可怜的百姓。的时阵呢，玉玲呢，极大慈悲，哦，虽然伊是非常尊贵的大国王，但是因为伊的迄个慈悲心的关系呢，伊下心含笑啊，哦，那么是用非常柔嫩的心，哦，柔软的心，唔是要彰显伊的身份甲地位呢，哦，是真正为着对方来设想，那么才有可能是啥下心含笑，啊、哦、是。微笑的，哈、哦、是微微啊笑，是非常柔软，想要啊帮助对方的，那么来亲手来骗布施，哈、哦、一个拢是伊安尼，非常安尼亲手提予因，哦给因安慰，哦希望我们帮助对方，哦或者是呢私人施，就是讲哦。可能非常多非常多，那么无法度一一来布施，那么怎么办呢？哦，派国王的亲信，哦，亲信呢代表伊去给布施，并且呢爱用软言来慰问，哦，来安慰，用柔软的语言，哦，来安慰，哦，来安慰对方。那么这位国王伊所获得的这个福利呢？那么就如同布施必平和三佛的功德之力呢，好、哦，伊这种的布施出来的功德呢是非常非常的大，啊、哦，大到什么程度呢？好参像对，哈、哦，几百条平和三，那遐尼啊多的佛德，哈、哦，的功德同款，哈、哦，的这个利益，哈、哦，何以故呢？哦，为什么安尼呢？哦，因为呢，这位国王顶呢，哦，伊会当对这种上界贫贱，哎，这个哈、哦、这辈的人呢，又搁是不完基的哈、哦、六根不足的人呢，发大慈悲心的关系，所以呢，伊的福利呢，才有如此的啥果报啊！啊、哦，那如此的果报呢？那么八千生中呢，上得七宝具足啊，何况衣食受用啊？就是讲，那么这位国王伊所得的法宝是啥呢？伊会当规百世、规千世当中，哦、啊，生活当中呢，七宝呢相随在身，哦、啊，要爱七宝拢唔是太困难。那么何况是衣服或者是饮食，迄是不是拢是基础啊？既然够有七宝，迄以后或者是饮食是都无拢无问题啊，哦，所以呢，一定是啥衣食无缺的啦，哦，好处啊，地庄啊，如果在未来世当中呢，有诸国王子婆罗门等，哦，那么这就是头前所讲的哦，为国王啦、啊，哦，有财富大神啊，大中者啊，大刹利啦，大婆罗门等嘛，对不？所以就用哦乃至。哦，那一集婆罗门顶嘛，哈、哦，好、哦、去拄到啥呢？佛塔寺，哈、哦，有的讲啊，有佛寺，或者是有塔的所在，或者是看到有佛的形象的所在，哈、哦，那一集呢，唔那佛像啊，菩萨像、声闻的像、辟支佛的像，这是不是拢属塑像啊？哈、哦，因为一念的觉成为塑像，对不？因为一念的迷轮转六环嘛，哈、哦，那么根据咱的这个是发界的这个表嘛，会当知影哈、哦。所以呢，有佛像、菩萨像、声闻像，加上辟支佛像，哈、哦，辟支佛就是缘觉，哈、哦。那么呢，亲诸哈、哦、来应办供养布施，哈、哦，是家己呢亲身落去办这个代志。非常的虔诚来办这个代志，非常的重视这件代志。那么这位国王顶呢，伊所得的呢，就是三劫为地世心呐，哦，地世的心，就是这个三十三天的这个得离天的天主，
在三劫当中呢，不断不断呢，拢是会当过来投生为地世生心啦，来修行妙乐，来感受的这种殊胜美妙的安乐。那么如果会当过依处来布施，回这种的福利回向法界所有一切众生者呢，那么是大国王殿呢，那么在十劫当中呢，成为大梵天王，那么如果还可以这样处地，一一来布施，那么也就是说不断来累积，甚至把这个布施的福利呢回向所有十方遍法界一切的众生，那么这样大国王殿呢，那么他所得的这个福德呢，是在十劫当中，有十劫，头前那是什么？三劫、三劫，对不对？这样呢，十劫当中成为什么？大梵天王。大梵天王是不是比得离天的天主更加远啊？因为他生在什么？初禅天哦，初禅天，好，那么协助地藏啊，就未来世由有诸国王子婆罗门殿，那么去悟得仙佛的塔庙协助呢经常，看到这个佛寺啦、佛塔啦、佛庙啦，种种呢，乃至呢看到这个经常已经毁坏破落，那么乃能发心修补，真侪所在。古镜呢，拢会派去，对不？那么不忍心三宝底下破破烂烂，所以呢，伊发心想讲来个修补好势，那么是国王殿呢，或者是伊家己来办这件代志，或者是呢，伊去劝他人，乃至八千人顶来布施结缘。那么也就是讲，无一定这个功德拢由伊一个人来做。如果来当个招真侪人来做，来共同完成。那一次呢，招几百几千个人，来布施结缘。那么这位国王殿，唔那是国王啦，包括这财富大神啦、大中家啦、大刹利或者是大婆罗门殿嘛，那么八仙当中呢，成为转轮王身啦，就是讲，伊会当一百世、一千世当中呢，那么拢是会变作一个国家内底首领，做转轮王，以仁政来统治伊的这个国家，那么如是他人呢，当报时者，同款嘛是别人。嘛是伊安尼同款伫遐布施呢，那么同款八千心中呢，成为小国王身呐，那么买当安尼一百世、一千世呢，当中拢会当做小国王的身，那么竟然伊塔庙前发回向心者呢，但是呢，有发回向心甲无发回向心是有真大的差别，那么就是讲，咱唔拿去修功德，爱有回向的这安尼一个大心。那么常常咱嘛拢会有人问讲，师傅啊，阮爸爸或者是妈妈破病，身体坎坷种种，那么应该要上什么经啦，要上什么禅，以后呢，那如何来回向？一般呢，咱拢会想讲。咱的回向呢，就是希望把咱上的这部经，或者是这部禅的功德回向给咱的爸爸或者是妈妈，对不？所以是来问讲是爱安怎念呐？其实咱这个佛教当中有非常多回向机呢，是不是有真多回向机啊？这回向机当中呢，譬如讲咱这几天。完毕的时候都会怎样，是不是有回向啊？愿意出功德，普及一切，五等于众生，皆共生佛道，有无？那么跟有讲到说，跟有讲到，我这个功德要回向给某某人啊？
啊，其实是咱凡夫的心，执着的心，啊，咱执着讲哦，我是为着某一人，所以我要回向给伊。其实这无，这唔是叫做回向啊。啊，这只是呢，把这个功德呢，希望给伊会当受用到。那么咱所得的功德，就是一点啊点尔。啊，咱来想讲，啊，唔那咱家己的父母会破病，别人的父母敢袂破病啊？对不？是不是嘛有破病的？哦，所以呢，唔是替替为咱的父母。那么咱讲啊，为着咱家己的父母，可能是一个缘起，有这个因缘。哦，好参像公母女啦，哦，婆罗门女啊，他是不是伊嘛，就是为着因的妈妈开始嘛？但是你看伊所发的大心呢，唔那对伊妈妈，对不？伊变作讲哦，只要是受苦的众生，只要是坠落地狱的众生，伊拢希望会当为因来设法，哦，来公，哦，来公开这种方便法门来度脱所有的一切受苦的众生，有无？伊都唔是讲替替为因的爸爸或者因的妈妈，唔是安尼哦。所以所谓的回向，哦，就是讲咱去体会的。哦，佛法的这份哎法喜的时阵，那么这种的感觉呢，咱感觉非常的欢喜，就希望啊，更加侪众生会当来共享嘛。哦，所以呢，啊，就是讲，哎，咱今仔日会当伫这个所在听经闻法，原来是真侪因缘来合合，对吧？哦，那么咱算讲这有福报啊，那么会当万缘放下，可能嘛是爱个麻烦拜托人。帮咱做一挂代志，所以咱才能来到这个所在。哦，那唔那是回向给咱，给咱帮忙的人哦，是不是应该回向给所有一切法界众生？那么这个功德呢，就会变大，就会变足大的哦。哦，所以呢，这个所在哈，咱伫115页这下买单看到哈，伊嘛是同款哦，哈，嘛是伫这个塔庙前的，哈，来。看到这经常毁坏破落啦，哦，伊来发心修报，但是净灵，我看到这个净灵无，更能够怎样呢？在塔庙前呢发回向心，回向的心，哦，所以这个回向的心就是将咱非常凡夫执着的小小的心，甲扩大，才好做回向呢。好，唔那咱家己自身。感受到希望扩大扩大予所有的众生，哦，那咱会当听经闻法，咱是不是嘛希望这哦因缘未成熟者呢，将来会当成熟啊，对不？嘛有机会通听经闻法嘛，所以咱来回向一切法界众生嘛，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佛道啊，唔是干那咱想要学佛，唔是干那咱想要成佛。对吧？所以这个发回向心是一个足大足大的关键，哦，所以这个才就讲，如是国王啊，哦，乃及诸人呢，会当进行佛道啊，啊，并且呢，依出胳膊无量无边啊，那么这个胳膊就变作无量无边，乃至成佛呢，都唔那是用，哦，伊所得的胳膊，唔是讲。100岁，或者是1000岁，来到倒位做天王，或者是做小国王，迄拢还无算大。但是咱已经感觉哦，迄有够大嘞，吼、哦。所以呢，那么伫遮呢，咱就来比一个例啦，吼、哦。譬如讲，咱讲布施这件代志，吼、哦，爱有三种的因缘，吼、哦。一个呢，就是布施者。的心，那么对方就是啥？受施者哈，受施者南宫最好做点，福田福田嘛，田。那么还有呢，布施的物件。哦，布施的这个物件，哦，一个是物件，还有心，
还有什么田，哦，当然这其实唔难布施物件啦，哦，布施咱的专长，是不是也是一种布施啊？哦，咱有甚物款的专长，咱奉献出来，或者是咱布施咱的时间，或者是咱布施咱的啥体力，咱逐项未做，但是初当我会晓，安尼是不是嘛是一种的布施啊？哦，嘛是一种的布施。哦，那么在东正好做三轮嘛，最高的一个布施呢，是要三轮体空。好，那么迷宫体空进前呢，咱来分辨哈，哦。这个点方面呢，其实呢有两种点，哦，一种叫做啥净点，一种叫做悲点。恭敬来的禅，加上伊非常的悲，发悲悯的心的对象。哦，那恭敬敬典是属什么方面啊？咱奉养父母，是不是敬典啊？尊敬师长，供养三宝，这东西叫做啥？敬典，悲典呢？哦，对方呢受到灾难，哦，救济一代大地当，咱来去甲救济，这是啥悲田？哦，或者是这个动物真可怜，哦，已经要互人杀啊，咱紧来甲救伊的性命，甲伊放生，这是啥悲田？悲田。好，那么伊这三项吼，上要紧关键伫倒位哈？这叫做一号，这二号，这三号，咱做选择题啊哈。第一要件是多几号啊？心啊，哈，哦，是心哦，并不是对方，不管是敬点或者是悲点，无差别，无差别。那么中间这个部分呢，嘛唔是上介大的关键。因为中间这个部分，伊的差别真大，每一个人的因缘无同款。吼，哦，有当时候，如果我非常贫穷的时阵，我可能出一百、两百，对我来讲足大意。但是我若足好个，我出几落万，对我来讲，迄嘛是小寡代志啊，是不是？所以，唔是用迄个钱来衡量，不是说哦，我钱啊布施的很多，我功德一定大，不是，关键还是在心。好，哦，关键在心哈，哦。好，那么，请问各位哈，哦，假设啊，假设呢，咱讲，咱如果生在佛世，啊，哦，看到佛德，那么咱就起非常恭敬的心，咱就想要来供养佛德，供养佛德的功德，啊，哦，这是一号的功德。第二号的功德呢？哦，供养佛陀的功德哈，第二种的功德呢，或者啥呢？佛陀呢，看到一只狗啊，哦，纵是饥饿的不得了，佛陀今麦提物件来饲这只狗啊，哦，这个是佛陀来怎样呢？喂这饲这个狗啊的功德，请问倒一个功德较大？佛陀的心当然比咱凡夫的心大的太多太多了。虽然伊的对象只是一只狗而已哦，只是一条狗，田不是最重要的，其实心上该要紧。虽然哦，咱供养的对象的田是非常肥沃的田，但是如果咱的心无到遐的时阵，其实这嘛不容易，那个福田还不是不够大，就是讲，咱的心如果若无够大，咱的福报都无够大，这样能不能比较？嘿，所以关键在心哦，关键在心。所以呢，咱讲，既然咱是凡夫心，那么如何向成佛之道迈进嘛？是不是都要用回向的心啊？对不？
因为佛陀对所有众生是不是都非常的要紧啊？佛陀所关怀的是所有一切的众生嘛，并不是只是咱家己的父母而已嘛。佛陀一直甲咱教导讲，所有众生拢有可能是咱过去的父母，对不？所有众生嘛有可能是咱未来的父母啊。但是咱却只是认识咱这一世的父母啊，对不？所以咱用这么小的心来看待的时阵呢，那么咱所得的功德呢，非常的少。好，所以咱爱学习安怎呢？心量爱放好大，好，要去较量这个布施的功德，关键在这个心哦。好，这个心有法度安尼，哦，空哦，足大足大，那么咱所得的福报就足大。好，不管咱是为咱的父母，或者是为咱的子儿，咱爱去想着更较侪众生。那么，好亲像咱的这个心眼呢，就会当打开。所以，咱的心如果越小，咱通过的那个功德是不是越小啊？这个心如果扩大的时候，哦，这个功德是无限无量，安尼知无？好，哦，好。那么这种的比较呢，讲实在呢，这叫做在上顶面的报，是不是现象上面来做比较？哦，那么这嘛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咱对现象要先理解甲明白，但是咱讲，什么叫做三轮体空啊？性发性的问题，什么叫做发性呢？啊，当然这就要为发这那边讲起，对不？缘起性空嘛，这是为啥发性？那么这个发性是不是咱比较较容易理解啊？安尼解说，大部分我想是应该会当理解，对不？但是这个部分确实较无法度理解。因为呢，是透过啥发性，哈，哦，这个发性呢，所有一切的现象哈，哦，不管你是贫富贵贱，哈，哦，那么是贫富贵贱呐，哈，哦，或者是很愚痴、很智慧，这些来讲，都只是什么现象上看得到的。人讲所有这个一切呢，伊其实呢，伫发性上是平等的。任何一切看得到、看不到的特性，拢是啥性空的，叫做法性空慧。如果来理解这呢，那么所得的呢是佛法当中上界可贵的智慧，伊是平等的。哦，好亲像讲，我是那阵是安怎，我就来修功德。哦，未免呢是当然是先为咱家己。哦，希望讲啊，会当解决我的困难嘛。哦，先为咱家己修啊。那么这是现象上的，对吧？嘛是爱为安尼开始啊。你讲无路啦，婆罗门路，如果无因妈妈安尼实现，那么伊敢有法度发起遐尔大的心啊？无法度，对不？所以这咱讲，这往那有基础，一站一站来。但是，唔是讲停顿伫迄个所在哦。不要只有停顿，当。这公婆路或者是婆罗门路，人不是停顿讲，我只要救我的妈妈就好，其他我拢不爱管，不是安尼嘛？就一发现讲，我为着救我的妈妈，竟然当迄天所有的种迄，那个哦，迄天伫迄个地狱道的众生，是咪拢同齐升天去啊？伊才发现讲哦，如果咱来发大心的是，不是干那救到一个人，咱的心如果会当大的心的，所救的是非常非常济的人，迄是。无法度含量的，对吧？哦，所以呢，咱讲哦，为咱家己的本身，或者是为咱的至亲呢，迄是一种的缘起。这种的缘起如何的提升？那么就还是按理解上发性空慧，知影迄个平等性，拢同款是啥？性空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哈，虽然伫这个现象上呢。有布施者，有受施者，有布施的这个物质种种的差别，上是透过差别来比较的。哦，咱讲这个黑帮，足细的黑帮，或者是讲这个黑帮有够大的，迄是咪比较出来？
人讲哇，这个乌斑有够细，有的人就不服气，明明看不哩大嘞。如果若是甲大咧长的乌斑比，当然在变细，对无？如果这个乌斑含阮厝的小黑板来比，伊是不是非常大？所以真侪现象是啥？是比较出来，大细啦是比较出来，富贵贫贱是不是比较出来的？这个人足戆的，啊，这个人足巧的，是不是嘛？比较出来，迄是伫比较迄个相的差别嘛？好，是透过这个相的比较，但是呢，咱伫这个比较当中，咱足容易安怎着相执着，哦。当我来当做一个布施者，咱就想讲，嗯，我是真了不起的，啊，你真可怜，你是受我布施的，这是不是嘛是比较出来？因为咱的执着会使咱的慢心起来，使咱自卑起来，那么其实这拢是着相。如果咱也知影缘起性空这种法性空慧，哈、哦，那么如何去体会这呢？那么都要为金刚经，哦，咱比较无法度感觉遐清楚哈。那么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些有三轮的这种比较，说实在呢，只是现象上的比较而已哦。因呢，布施者是不是性空呢？哦，这个布施的这个物件是不是嘛是性空呢？受施者嘛是性空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这阵啊有能力布施，不代表我永远有能力布施呢。对不？哦，可能呢，有一个比方，比如讲，有一个大对佛法非常大的一个护持者，可能伊多住伫这个南投地区，伊平常时对佛教非常的护持，但是突然间发生九二一地震的时阵，伊忽然间变作一个啥受灾户，伊是不是嘛都变作受持者？对不？所以不是永远不变的呢，不是永远不变。当你变成一个受持者的时候，你也不用艰苦悲点的这个部分，对吧？你也不能艰苦，因为受持者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受持者，对吧？听说他如果过这个困难，过这个难关以后，他有如果有能力、哦、甚至呢他用他的时间用他的体力，他一样把变成什么？是不是变布施者？对不？是安怎会当变来变去？哎，无唔对，性空的缘故。所以性空这种的观念，予咱充满了希望。那么性空这种的观念呢，予咱的这个，吼、哦，这种像慢心袂当袂起起来。咱颠倒足珍惜讲，哦，我即阵啊，如果我有布施的能力的时，咱爱非常珍惜，是咱。想哈、哦，尚且还有一点能力呀、啊，哦，这种能力，咱爱珍惜，讲，咱爱赶紧把握时间来布施来供养，对不？啊，哪一天自己也变成是受布施的人，那么咱嘛爱坦然接受啊。哦，那布施的物件呢，嘛不是固定，一定爱用钱财呢。有当用咱的时间，嘛是一种的奉献。即卖工资遐尔啊贵，对不？哦，用咱的体力，这拢是一种的奉献嘛。用咱的专长，哦，咱伫电脑上，哦，在种种哦，这个，哎，企划啦，什么货，这是不是嘛是赶快来当帮助佛教啊？对不？这嘛是会当是布施的物件嘛。那么这三项物件是不拢显空诶？所以这个叫做三轮体空。那么他的意境是不是更加的提升啊？哦，所以咱学佛呢，得为咱的法相先去分别。所以呢，一微识就是专门的讲法相嘛。哦，咱凡夫现出来的啥相嘛？性价有性价现出来的相，菩萨摩诃萨有菩萨摩诃萨现出来的相，对不？佛陀更加有佛陀所现出来的相。那么这个什么叫做现出来相？就是凡夫所看的世界，甲圣者看的世界，甲菩萨摩诃萨看出来的世界，和佛陀所看出来的世界是不是无同款啊？那么我常用一个，比例，就是啥？咱凡夫就敢那滴白地，你争我夺，我拢安尼执着迄个相嘛，
这是第一阶段。但是呢，圣者呢就好参像伊开始爬位楼顶去啊，伊阁看落来呢，这个上有遐尼啊大个差别无？无啊，男上女上都搞不清楚啊。如果咱若爬来个这个七八层、十层以上来看，敢看到人就袂歹啊，对无？唔知影伊到底是男上或者是女上嘛？是不是安尼？吼、哦，因为咱的意境如果如果提升的时阵呢，咱那相的差别是不是愈少啊？是不是感觉愈平等啊？哦，搁较悬哦，咱走去这个山腰去看，敢看到车底啊走来走去，也唔知影讲迄个车是啥物牌。哦，不管你变乳啊是啥物乳的，都无差别啊嘛，对不？卡车或者啥物车，你都无啥物分别啊。所以咱。爬愈悬，意境升愈悬，所看是毋是愈平等啊？所以菩萨摩诃萨呢，哦，爬愈悬愈悬，所以伊对众生的迄个眷顾呢，会愈宽。咱愈悬是毋是看愈侪愈宽？啊，咱愈低的时阵呢，看呢目光如豆嘛，对不？你争我夺，吼、哦。所以我听讲，有一到坐飞机的时阵，飞到一个程度，啊，未到分点。哦，看到山河大地一片宁静诶，我真正我心肝来着一惊。咱伫这个地上诶时阵，咱是毋感觉足闹热诶啊，足嘈杂。结果呢，你如果若飞到足悬诶时，你看呢，没有任何的嘈杂，大地是一片的宁静呢。那么咱就是讲，这个是互咱吼想象讲所谓的凡夫。到圣者，到菩萨摩诃萨，到佛陀，那是意境的提升。好参像咱安尼爬山、坐飞机，种种的来看这个世界所现出来的相是无同款。那么，愈悬呢，所现出来的相是毋是愈平等？好、哦，那么这个平等其实呢，就是为啥法性空会来？所有的一切，没有一件事情不性空。没有一件事情不性空，也就是说因为性空，所以这个世界呢千变万化，心得万象，对吧？所出现的呢，会当变化无常嘛。好、哦，所以呢，咱讲在布施搁提悬，哈、哦，透过菩萨来看待的时阵，那么是一种提升。所以咱讲如何提升啊？透过波瑞。哦，透过波瑞缘起性空这样子的一个道理的时阵呢，放下咱的执着，咱来放一下，迄身躯才会轻嘛。啊，佮愈放愈下的时，咱身躯愈轻，愈会当爬好悬去啊。哦，所以咱所看到的现象都无同款，那么迄是平等的。哦，但是呢，这种的平等并佮咱的这个法相上面的比较不冲突哦。那这种的比较呢，就是啥？因为咱平平是凡夫，不得不先发相来做分辨嘛，这是基础啊。那为这个基础当中，就是伫藏咱对这个心爱安怎发大心嘛？发大心，你才有能力背观啊。也就是讲，咱的心愈观表，愈宽表示咱的看的现象愈宽，对不？安尼知无？吼、哦，所以并无冲突哦。所以咱讲，空不爱有，性空这件代志并无妨碍相有，相有，这个是不是相有啊？相有的是啥？相有差别哦，这相有啊。相有没有差别？啊，这阵啊看有差别啊，哦，有啥？生相，有熟相，有男相，有女相，有老相，有少相，是不是有差别？有差别。但是呢，是安怎有这么多差别？因为性空的关系呢，真理就在这当中，它是性空的。所以咱讲性空本身是啥？是深沉的，是透视的，是透过透视哦。真理躲在这个世俗当中，躲在这个相有当中，咱来体会什么叫做性空，
对吧？所以这个呢，会透过相有跟什么性空，这两者是不妨碍的。如果咱若非常健康的来理解，也是是安尼哦。哦，不然呢，咱会想讲奇怪了，明明是有，爱直直讲空，咱把这个空拢误会做啥空空如也的空啊，无物件号做空，唔是哦。哦，所以呢，咱讲佛陀所看到的真理的世界，就是啥，是一个平等的世界。哦，对所有众生，佛陀一点啊差别都无。佛陀呢，顶世众生有如啥罗侯罗啊？佛陀等世众生如罗侯罗，等世啊，平等的来看待所有一切众生，都跟他的孩子是一模一样，无差别。但是咱凡夫看讲，哎呦啊，都明明有差别，是咱执着的关系才发生差别，对不？所以咱讲，如果咱来当了解缘起性空，就是为这个，哈、哦。执着来下手嘛，用显空来破坏咱破坏咱的啥，咱的执着。那么咱的执着如会当放下呢？那么咱所看的情形就如空大。哦，咱所修的功德呢，就如会当无量无边。所以咱讲显空本身就是一直在打破咱的啥束缚，因为咱执着，咱就一直围筑起咱的围墙嘛。对不？这是我的，那是你的，那咱筑起围墙。那么咱讲学佛，就是在拆这个围墙，对不？应该要拆这个围墙才对啊。那么在拆这个围墙当中，啊、哦，所修的布施的福报是无量无限，因为你拆掉的当然无量无限。咱若无拆掉呢，有量有限嘛。哦，所以非常侪年前呢，有一个居士就讲：“哎呀，阮迄阵啊。”联考大专联考哦，对，真侪父母拢是一个足大压力哦，大家拢有家己事事，拢爱经过大专联考的这个考试，对不？拢唯恐因安尼落榜哦。那么这个技术就讲啊，阮囝哦嘛是要搁考大学，啊，请问师傅爱安怎甲回向？哦，想想的要安怎回向？嘛免讲，你即马所受持的呢，就回向予我迄个囡仔，予做某某人，安尼敢予做回向？安尼毋是予做回向哦。我讲，如果来根据佛学啦吼，所讲呢，爱回向予所有一切科生，对不？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够考好，不是只有我儿子考好呢，所有的考生是不是也是人家的儿子女儿啊？啊，对不？如果咱来当发这么大的心讲，啊，希望我即马所修持的功德虽然无偌大，但是咱讲这个三轮体空当中的那个这个叫做什么布施或者这个诵经本身也是啊，嘛是迄个物件嘛，对不？这物件虽然无多，但是会因为我的心量的扩大。所以说得的功德呢，自然非常的大。伊听听想想，哎，大各位听听想想有道理无哈？哈，有啊。但是咱要是会执着讲，啊，大家拢考好，但阮囝无考好，看要安怎？要是咱会执着嘛？讲实在吼，你如果咱若如果发这么大的心，讲大家拢会考好，啊，恁囝是安怎就考袂好？水涨船高啊，虽然无可能讲所有拢考好啊，到底要淘汰什么人？但是也因为你这种的大心，哦，得的功德非常的大的时阵，那么你的儿女受你福荫，哦，可能伊本来，哦，这个有当下考试的时阵呢，神智那个脑筋无足清晰。因为你有这个福音，可以讲嗯，某一条会拄好想通啊，哦，或者这选择题讲猜一猜，会拄好猜对啊，无可能啊。所以咱讲考试，不是讲只有凭着他自己的能力，我那有一点啊运气啊，搁一方面嘛，我那有宿舍的问题啊，哦，嘛有啥姻缘的问题嘛？你的妈妈呢？我跟你用这么多功德，对你来讲，当然推你一把。所以咱讲，哦，在咱往生的49天，或者是讲出哈，伫怀孕的这个
八个月九个月的中间到七天的这个时间，它的可塑性是不是最大？但是咱讲，咱对每一的事件嘛是还没有定案之前，它的可塑性是不是嘛是真大啊？同款的道理嘛，是不是安尼？这可要想清楚。而且呢，咱这个心爱能会当放会下，发会大，关键在心嘛、啊。那就看咱家己的心哦，哦，所以咱学佛者嘛，要做一个真要紧的功课，就是扩大咱的心量。哦，对好的、歹的呢，咱拢爱接受，哦，接受一切，包容一切，因为接受当中才是一种包容，从包容当中，咱的心量才会当不断扩大嘛，对不？哦，不管是女儿还是新妇，那么妈是都爱非常平等来看待嘛。不管是咱家己的妈妈，或者是咱的大家，是不是嘛爱用比较较平等的心来看待？哦，这呢，拢需要咱去学习。当然，这不是讲啊，听了以后回去马上180度怎转过，无遐简单啦、啊。哦，但是起码咱先有这种的观念。先种下这种的种子，哦，咱有一个猪牛通依靠，哦，咱有一个方向呢，通步上正途，哦，所以因为呢，这品呢，哦，第十品呢，都、就是你甲咱较量布施的这个功德品，关键在心哦，关键在心，哦，所以一旦有迄回向，伊所得的福报是非常的大，迄种大到无量无数。哦，而且呢，哦，头前嘛讲嘛，如果你若是，纵然你是一个国王，但是你下心含笑，你完全是为对方在设想的时阵，那么功德嘛非常的大，哦，但是会当讲回向的心会更加搁较大，哦，会更加搁较大，哦，好，那么116页摄取地藏菩萨，哈、哦，那么呢，如果未来世当中，哦，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啊，哈、哦，见到啥呢？诸怒病及生善妇女，哈、哦，面对生怒病死，那么六一念间呢？哦，只是一念当中间，咱起了啥大慈悲的心来布施伊药、饮食、哈、哦、五戒、思念安乐，迄就是讲完全徛在对方来设想。哦，看到因所处的环境，哦，物质的不足，哦，那么贫穷种种，哦，有个病有个穷的时阵，那么咱伸出援手，完全站在对方的立场，哦，那么如是福利呢，最为不可思议啊，哦，所以呢，咱讲咱布施如果是为着家己，嗯，让人知影。哦，我某某人是真有钱，所以我布施偌济钱，偌济钱，我的名一定要甲放伫顶面。那么安尼的功德并无大，是因为咱为家己做出发点，迄是十念的布施心。是安怎这个布施，对方看到承诺本数会这么大的福报呢？就是讲，伊完全是看在对方，唔是家己哦。哦，那么迄种慈悲的心，就是讲。要拔苦之后娱乐嘛，对不？拔你的苦，互伊会当安乐，的心非常的悲切的时阵，你徛在对方的时阵呢，咱暂时会放下咱的执着，唔是为着咱家己。所以呢，这种的福利是非常的不可思议。100劫当中呢，上位净基天主，好、哦，净基天主呢是属于啥？三相天哦，净基天哦，三相以上啊，好、哦，那200劫当中呢，成为六欲天主啊，毕竟成佛，应不对恶道啊，哦，都未对了恶道，乃至呢，八千生中呢，逆不闻苦声啊，哦，连苦的声音都互你听未到，都表示你所处的环境呢，非常的安乐。哦，所以呢，那么这呢，
主要布施就是讲，咱一定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千万不是为着家己的名分地位，吼、哦、显现咱家己唔知偌好个，迄种拢无啥物功德，当然有啦，非常的迷失，因为咱的心非常的自私，好像就伫作秀一样。那么功德非常的微小，但是呢，虽然咱一点仔物件，吼、哦、是站在对方的立场。完全一时间忘记，跟他忘掉了咱自我的状况，那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咱讲，这三轮当中最关键在心，对不？哦，好，咱休困一下，阿弥陀佛。